野生的玫瑰会不会爱上温室的雏菊？零碎的岛屿会不会找到波澜的海？平静的皮囊会不会装下灵魂的滚烫？试探，权衡，小心翼翼着保护自己。一不小心，长满了刺。那些热烈的坦荡，可爱的真诚，温暖的依偎，在渴望又害怕中小心探索，试图找到魔法。如果我们能耐心灌溉，就没必要拔掉这些刺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不会折腾彼此。